你啊。他怎么了？没事没事没事，可能不小心按错而已。然后自己又默默加回来。好可怜、哦、超难过、哦，太可怜了。重点是那个餐厅是水里帮我那用我的名字订的，所以如果我不爽的话，他们都没饭吃。哇塞！所以他们可能是因为怕没饭吃才这样子。原来是这样吗？对。嗯。啊，坐好了，来。嗯。八七有做错了吗？刀刃、剑刃啊，做错了，啊、做错了，没关系、啊，材料简单。嗯，刀啊，这个才对。做事啊、哎，你到底要不要做事啊？你要不要做事？什么鬼？啊，对啊。你要做什么事？我的工人他不做事。哦，他不去修房子。嗯，哎呦，为什么？我不知道。不爽吧？不爽，他不爽。美送，对，美送款。美送，可是那是你的，那是他的自己的家、啊。哈哈，他也跟我一样吧？盖什么家？家？为什么盖家？对呀、啊，在盖家了，为什么盖家、啊？对呀、啊。然后我这边一直疯狂在盖。挖不到，挖到了。嗯，不是这样子吗？嗯，怎么做不出栅栏呢？嗯，要做什么装备比较好嘞？有头吗？对啊，先冲到部回再说啊。嗯，冲到部回之后，你就可以永远开着夜视镜了。啊，对，因为开夜视镜会消耗耐久。想开就开、哦，想关就关。嗯，等你不回等级练高之后，你可以插培根上去了。哦，有了。有人打到你的头，你就会掉培根了。对，就有没有培根吃？收起来，收起来了。对，因为那时候看到不回的介绍，又加上那个回套那一集，我就想到，哎，那我这样就可以永久隐身，永久夜市啦、啊。嗯，哦，对啊。好像也不三有傀儡劳工啊，有啊，可是还没研究。对啊，夜市是哪一个部件的、啊？头部的，不是、啊，我说他有没有什么部件，哪一个材质才可以做夜市吗？哦，没有啊，那个是额外插上去的东西。你搜寻护目镜啊，护、哦、目镜好。嗯，啊，他要什么夜市药水啊，有的没的。嗯，我家应该还要剩一些、嗯，先去忙了，拜拜，先去忙，再见。哎呦，哎，菇在武器上面会越射越快吗？嗯，哇，不知道哎、欸，没关系，先做，反正可以替换。嗯，嗯啊。嗯剑刃，哦，这个好像不错。刀刃，哇，啊，水桶，啊，尴尬了，我要下去。我喜欢永久隐身，我觉得隐身很棒啊。不是只吓人啊，是因为我在做事的时候，怪第一时间不会看到，先去咬别人啊。嗯哼，所以怪还是会看到隐形的怪，很近才会看得到我。因为那时候我在杰克旁边、哦，怪永远都先打杰克。嗯，因为他永远就看到杰克了。对啊。Jack， 团粉丝团人数变少，什么变少？怎变少？就是那个我们 NoNo 的粉丝团人数好像有变少。哦，就没有，他应该是纯粹没有续订吧，还就是之后会再订回来啊？不知道，因为昨天有 bug 过一次，昨天就是有些人明明五十那个九十几等的，全部变五十等。哦，对啊，昨天很多、欸、哦，是有啊，昨天是有这个急、嗯、这个趋这个的现象，局势突然就不见了。对啊，就突然就不见了。嗯，
来，过去看看。等一下，我又要下去了。没有，或破坏窗户只是比较快下来。对，我抢花次数也太多次了吧？一小，明天模拟考，赶快去看书啊！模拟考在这里。嗯，干什么东西？模拟考加油！有，有，有什么啦？加油！还在考试的时候拿那个沙拉油在桌上倒这样子，加油加油，点个火上去。我跟你讲，说到这个啊，我不知道有没有跟你们大家讲过、欸，就是 我有一个，对不起，你说，没有，我说我有个很狂的同学，他在考统测的时候、啊，他就因为那个时候他很疯那个 Lady Gaga， 那你知道 Lady Gaga 他不是有做了一个好像是生肉装吧？对、欸，然后呢，他就统测的时候呢，他把他的那个铅笔盒哦。他把就是那个带笔的那个笔盒，他把它外围都弄生肉，哇！然后带去考试，我觉得好狂哦。然后有没有被挡在门外啊？没有，没有，因为他是进去考场之后才拿出来，好可怕哦！然后他就这样子考两天，他就用了两天那个生肉的那个那不会臭掉吗？他外面有在包一层塑胶啦，可是我觉得很狂就是了，就感觉很臭哎、欸。对啊，就很猛，对。啊，好，他现在不是坐他旁边。他坐旁边，哎，你要不要用我的铅笔？然后拿出来也是生肉，好恐怖哦，好可怕哦，感觉是臭臭的啊。嗯，要不要拿我的笔来画卡？这个很棒哦。这样。嗯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允月，我问你哦。嗯哈，你的激光枪观察者怎么设对吧？使用者是怎么设定的？使用者是怎么设定的？第二个是选右键嘛，对不对？使用者，你的使用者是你的激光枪是左键还是右键射出去？右键啊。啊，那你怎么设定的？啊，我就直接做啊，我没有特别设定啊。不，嗯，我啊。因为我现在不知道，因为我的回力标也是右键射出，可是我使用者不知道怎么设定。嗯，使用者设定，使用者什么？哎、欸，你要不要来我这？等一下，我不过去。我在我家楼下。使用者，对啊，黑暗木跟幽灵木能力还不错，要不要试试看？黑暗木对周围的怪物有实力伤害，幽灵木则是攻击。哎，我上次好像看过黑暗木跟幽灵木，好像。那时候是做不出来啊，等一下再看一下。不会啦，拿生肉烤生物也不会有 bug， 有没有 buff 哦？你在地下哪里？是看不到我啊？对不起，我隐身了，有没有看到我在飞？哦，你在上面啦？没有，旁边。我看到了，这个下面。下面。这个使用者，你要怎么设定它？哦，就这样啊，然后这样啊，左键，可是，嗯，是这样子哦，对啊，我就这样设定啊，没有加、欸，可是为什么？我不知道哎、欸，你看我的会加、啊，看我的，哎、欸，团团，他那个人考得好吗？就还好，普普。不知道为什么，而且我真的放这个大件上去也是加一加一而已。我的是加20/20/20跳很快啊。好好、哦。武器限制吗？我不知道哎、欸。反正我也做一把激光枪好了、嗯。然后，哎、欸，你丢了你的幸运硬币进去啊、哦？你要许愿是不是？我幸运硬币在我手上啊。里面还有一个，你看哎、欸。我手上，嗯。哎、欸，他怎么变了？变了， bug、你许愿了、哦。显示 bug。好。好了。哎、欸、啊，我的那个嘞。哦，你的在这里，我就。软化木。哎、欸，我有。好吵、哦。好吵、哦。哎、欸，哦，你哦，你怎么也隐形了？我没有隐，哎、欸，为什么隐形啊？隐形啊？我不知道哎、欸，我没有用隐形的东西啊。
而且我是持续的一秒钟隐形欸。嗯，等一下发生是那种怪显形了，而且我也显形欸，我是欸，都是送药水应该有时间啊，我是永久的一秒，为什么？嘿，而且我凋零库，你点一下箱子，我凋零库怎么变亮了？欸，对不对？为什么是白色的凋零库了？感觉好帅哦，白色的白。拿一个出来玩看看。嗯，欸，真的欸，它是白的欸。欸，变好了，变回来了欸。欸，我看是白的欸。啊，回来了，回来了。他进行是在我们家，啊，没有啊，我在家看看书，在看书。我是明天要模拟考啊，模拟考要考试，所以我应该看一下书。对对 对， 對，好哦。激光枪啊，对我激光枪的效果，抱歉。你干嘛了？我的激光枪射到人，他会不亮。哇，我忘记了。你帮，啊欸，我做一把好不好？我要玩了，我要玩那个。应该是他的光照派，应该是这个吧？啊，对啦，因为激光枪如果用荧光石强化荧光石来做的话，它的射程比较远，所以我就换这个了。有有人也讲是光照派的效果了。好，你帮我做一把一样的。你要一样吗？我这是练到后期我才改这样子的。那你再把给我。没有啦。我看能不能直接做出无悔的啦。但是你附近有得充电吗？充什么电？我可以修的啊。它不是修，它是充电，它要有充电。充电？没有。电才能射啊。没有。所以不回也是可以不用充电了吗？还是要充啊，还是有电啊。那为什么还要不回？不回，因为它还有耐，它有耐久度跟那个电力啊两种啊。哦，哎，我的这把不能用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好吧。为什么？哦，啊，白痴，我又盖错了。哦，你要做吗？好吧。我看一下哦，这把的材质是活木马玉林。活木马玉林跟什么？看不到这上面是什么。钢管是活木。我该工具完全。等一下，看一下。哦。我先做其他的。电池是马玉林。好，电池是马玉林。啊，这个又是右键使用啊。距离太近，做这个哦。吧，而且没感冒啦，放出去没感冒。谁感冒？接你没有啊？谁感冒？你感冒？没，应该没有吧？没有吧？头是晕的，可能刚刚出去淋雨。你干嘛去？哦，他去牵车。对了，刚刚下雨，对对对。嗯，去牵车。没关系，可以的，不会怎么样。好长，没办法带宠物。减肥美白都要，你们这个射下去就死掉了，你根本不需要美白啦。什么东西？他说我这把枪可以美白啊，射下去就死掉，就跟团团一样，一枪就不见了。对啊，直接一枪被秒哎，欸。然后不是美白，是变透明哦。哎，如果说我那工具在很低很低的耐久的时候，啊，把它弄不毁，啊，是不是就可以启动有一些那个什么？耐久越低伤害越高的那个 buff 啊，你喝喝看，你可以测看看，可以喝喝看，我的铁柱你可以试试，你可以试试，铁柱你可以借你玩啊，嗯，哦，电池，嗯，之后我会把苹果这个改掉了，嗯，改生怪的人，取电池，嗯。哪里有火把？才两个地，不够。嗯，我火把放在哪里啊？好几个地了，三个地。这里还有一颗。哎，说充电是要做什么充电啊？嗯，他要有机器帮他
帮他电池充电啊。哎呀，你要机器啊，或是你来我家，我家的农场旁边有无线充电。会耗很凶吗？我说平时你这样射的话，不会啊。射一发有花100的 RF， 但是它有个十一个十百千万十二万，够你射一天吗？很够。哦，那就好啦。很足够。哦，对啊，那些安架射机关枪的啊，嗯。我应该是安不出来啊，因为每个要安机关枪、激光枪的激光枪，他要的材料都是做不出来的，是很麻烦，是不是？他有指定材料才能做那个东西，特定材料，对，那感觉超麻烦。啊，可能有人安架阻止，你想阻止，可能怎么可能从那个应该弄不出来吧？对，就像这样子，啊、有一些纸可能只能做特定的几个部位而已。嗯，也是弄不出来。看一下，活木枪管，去倒一杯喝的。啊，喝的，一次大直播大概解几个精华，要看人欸。如果像那天只有我跟雨月的话，应该一天的精华就没有了，对吧？应该也要看有没有当下有没有好笑的事情发生。但如果有团团在的话，会多加一点点，他就是不常跟我们玩。没有啊，哪有？平时如果我杰克哈记允月四个人的话，一个直播大概三次精华吧，很多欸。你在的话就会再多一部精华了欸。嗯，居然是这样。对啊，取决于看人数啊，因为我觉得人数越多越好剪啊。就是、对啊，精华越多好笑。对啊，欸，所以我昨天才一直苦苦哀求你回来玩。什么鬼？舍不得你走，快点回来玩。回来好吗？我回来了。哎，我根本没有走过吧？我们可以去呼唤其他人回来。可以去呼唤杰克回来。基础的枪，他听不。他你可以直接用那个了。已经不回了吗？哦，可以。你要自己做。好，我去用，我去。然后我在我家这个农场附近，基本上就可以充电了。请你显形好吗？你不是我，我看不到你。我看到你了，在哪里？我有拿枪啊，我有拿枪啊。好，我要。哇，下次拿火把。啊、哪里？哪一个？这上面这个吗？在附近就行了。哦，附近挂网就好了。在附近，你看你的枪应该已经开始充电了。没有看到。你对它按着 Shift。嘿，你就看到它的电力了，已经满了欸。好，满了，它就好了。好，那我先去。你就可以开始射人了。的村民在哪里？村民在那边啊，在里面啊。左键右键啊？右键啊。左字。你要瞄到东西它才会射哦。太远不行哦。你是不是瞄到房子啦？哦，有了有了有了。欸，好痛哦。很强哦。有。这样子难怪团团那天被射两下就死，射一下就死了，很痛是不是？痛啊！我啾一下，女巫就死了。啾！而且一开始应该是一秒钟三下吧。哈！我上来才发现有个东西没拿。他的攻击次数应该是三吧？对啊 ，YT 坏掉了，忍一下吧。嗯。而且我也不会去看 OBS 的聊天室，是另外一个视窗的聊天室在看。他真的不打算盖房子欸，你在干嘛啊？对不起，你家的工人。他到底在干嘛啊？说元律，你说这样子吗？要隔一隔。这样哦。那我直接帮你的房子升级好了。取消修复，这样子，然后升级建屋。有欸，真的欸，射出去了。什么东西？射出去了。那个活木的东西射出去。活木？就是那个我的手里剑。哦。要隔一隔啦。哦。不能近距离啊。对。要隔一隔。我的功能坏掉了。什么功能？啊，可以了。
好麻烦哦，不要了，那个没有用。整理箱子真的是累死人，所以我都没在整理啊。你就用电脑啊，还是你那个电脑不是所有的东西？当然不是所有的，不是所有的。人家不想工作，要工作。叮叮叮，这会是不是负担啊？啊，什么叮叮叮？我的手里剑。好、哦，感谢小祭点，感谢维里。有参加聚餐的最好都给我，等一下太长了看不到。有参加聚餐的最好都赶快给我回群组哦，这样子你们很难宣布事情。哎呦，这人头会动哎、欸。哎、欸，啊，我这有个菇，哎、欸，你要菇吗？有，我来了。好、哦，我来点餐了。我7-Eleven店员跑来全家买。好、哦，哦，来，没办法，我们这边没有卖韩吉嘛，想吃韩吉呀、啊，想吃，对呀、啊，这位那个啊，嗯。会齁，感觉会、欸。原神，点餐完毕。审判之眼是什么东西啊？审判之眼听起来好像一把枪哦。就是感觉很二的感觉，但是我不知道是什么。等一下，你改成红石启动、嗯，然后这边放压力板嘛。我知道。朝田哀道在等工作，你是说叫我把这个处理掉吗？有啦，他开始做事了啦。他好像不会修房子，但是他会盖房子啦。修理的工作只能交给你，这样。我直接叫他盖新的一栋。叫盖。嗯，我忘记我要拿什么了。啊、栅栏楼梯啊，栅栏跟楼梯。这样。